如果有现场朋友会唱的话，帮我唱好不好？大家都知道我来自花莲，拿出暴力打之前就还是依赖台湾的拉丁音 always making hot shit。 欢迎光临部落的叛徒，失败让就赶紧杀绝，他们天下不正在崛起，完全向他们跪下，本来就不敢回去，每天的半小时特别喜欢吹嘘，就回不了我我是之后就过了，我一定会改写故事，全部都是我们的人，我来欺负公子，我们不是参与你们，不只是都是每个人团队都等着接受你也心中会原本属于我们的地方，不抗拒的暴力看着我们放了屁，我是你阿姨的兄弟，你要救我一张，你想当个全才是真的用了名字，再次再次